我的妈妈呢，就是一个十足的剁手党，她买东西呢也不求实用，只需要看着好看就行了。我现在才初一，她得给我买一本数学辅导书，结果买回来是大学高等数学，看都看不懂。还有一次，她给我买语文阅读《海底两万里》，结果这次买对了，打开一看，全英文版的